放姑马蓉受伤图。昨日二月，马蓉主控遭王宝强施暴一事引发关注。二日晚间，王宝强方面向新京报记者回应否认王宝强打人，警方一直在现场，怎么可能当警察面打人？目前朝阳警方正在调查中。一日晚，有消息称马蓉到王宝强家中，双方发生冲突。二日零时许，新京报记者赶到王宝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处住所，小区东门外停放着两辆警车，王宝强及其父母住所的门口聚集着十余名小区物业人员和保安。每当有人从这个楼层经过，物业人员和保安都会对过路人身份、来往事由进行询问。一名保安向新京报记者证实，马蓉于1月19时许进入王宝强家中，随后警察赶到，截至凌晨3时许记者离开时，王宝强及马蓉仍在屋内僵持中。二日上午，有媒体报道称，马蓉及其母亲在北京某医院接受治疗。据网上视频显示，马蓉接受采访时表示被打，趁王宝强和四五个同伴于二日早间对马蓉拳打脚踢，重点踢打了他的头部、后脖、颈椎，拉扯其手部、撕扯嘴巴，甚至对马蓉妈妈动手。12月2日凌晨3时许，马蓉仍在王宝强家中僵持，一名男子在王宝强家门口询问护网人员身份。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显示，事发当晚马蓉和母亲来到王宝强家中，现场还出现了剪刀。晚间，一名与王宝强相熟的知情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，他当时也在事发现场，但王宝强方面并没有打马蓉。知情人称，当时马蓉敲开了王宝强房门并反锁屋门不出，引发王宝强方面报警。知情人亦证实网上所述王宝强踹开房门一事，民警劝不开门，王宝强就踢开了，但是并没有打马蓉。警察都在场，怎么可能打他，更别说踢脑袋。他趁双方都在警方处做调查笔录。目前朝阳警方正在调查中。